出现了极光，画面虽然如梦似幻，但是大陆国家气象局发布了大地磁暴的警告，可能会对卫星导航设备造成干扰。新闻最后一起来关心，更多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收看这一节中视新闻，我是王义仲，我们再会。